及时看一下，啊，类似像这样子。那底下的话，我们已经把这个清单做出来，所以过来的话，上面会有这个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图，有一个文，啊，那只是说还蛮丑的，然后说真的，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美化。那后面的话呢，当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可能我下面还需要有一张地图，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图档 images 里面哈，会有一个叫 map 啊。特别注意哦，你们刚刚同学有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没办法把 image 拖拉进来哦，主要是没有解压缩，一定要解压缩之后哈，才能够拖拉。如果你不能拖拉，应该可能是你没有解压缩哦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底下我希望能够怎么样，再加上一张图。图上面可以做超连接，就像这样嘛，点击绿岛机场一样可以点过来哦。啊，home 的话呢可以回去，这边有一张图了啊。这个图怎么加进来？基本上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加在这个清单的下面，啊，把它即时关掉一下啊。即时的话就可以看到最后在手机上面看到的大概状况啊，切回来就恢复到设计模式。那我们基本上会在我们会希望在哪边加一张图呢？在那个 L，就是 UL 的下面这边，所以你找到结束的 UL，这个 UL 实际上就是那个清单的结束了哈。清单这个清单的结束开头在这里嘛哈，List View，然后呢结束在这边，所以你请你把它按 Enter，在最好在这个城市的地方啊，点过来这边看一下，基本上这样比较可以找得到我们要的那个位置，因为它这边如果没有一个位置的话哈，要不就是在这边打一个什么小于。P 好，这边打一个 P 大于，这个 P 只是换，这等于是一个段落了，哦，等于有点像按一个 Enter 啦，因为这边如果没办法按 Enter 的话，你等于没办法放图啊，所以这边也许你可以放一个什么，放一个标签，哦，小于 P 大于啊，这边就会多一个段落出来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呢，把那个 Map 哈，哦，拖拉到这边放开，Map 指的是就是那个地图啊，地图太大，对不对？请你怎么样，把它稍微缩放一下。可以把这张地图哈，这一张那个绿岛的这个图哈，把它稍微缩小啊，因为它这个图太大了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再稍微把它，就是这个拉过去，然后这边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。那大小的话呢，哈，大概就是跟手机宽度差不多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希望怎么样，将来因为图一般的那个地图上面哈，你手都可以点上去，点下去它可以跳到绿岛机场。点下去到南寮渔港有没有？那你可以怎么做呢？请各位注意一下，第一个先点把图拖拉，第二个的话呢，点击这张图，请你看下方哈，下方的哪个地方呢？注意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什么呢？哎，圈选范围，那你可以使用什么呢？使用那个圈圈这个地方哈，然后把它框起来。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哦，点这边一下，然后把它框一个框框。那多大哦？其实你可以稍微大一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太小哦，说真的，因为现在是用滑鼠点比较好点，可是如果你用手点的话，哈，手蛮大的嘛，所以你要让它好点啊，不然点下去奇怪它怎么没有反应哦？因为你圈的太小了。OK，那你可以圈大一点哦，然后连接到哪里？圈完之后呢，请你在连接地方呢，连接到 page，这个是 page 一啦，哈，Enter 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将来哈，你在即时的时候，游标放这边就会出现一只手，啊，其他都一样哈。点击，哎，给他们跳到什么呢？跳到那个绿岛机场有了哈。OK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。所以一样哦，再把即时切回来。南寮渔港是 page 二，所以一样哦，把南寮渔港啊可以大一点，尽量越大，哎，也不能太大，不然会重叠到哈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 page 二。Enter，那其他呢？Page 三、Page 四，哈，那一样的做法，反正就是游标放这边，跳到南寮渔港，啊，它会切过去，哦，OK，就切过来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又完成了第二个，就是在 List View 的下面，哈，放一个什么呢？放一个影像地图。那将来它可以看图，也可以点，好，所以未来你们也可以，哈。到网络上去找一张你想要做这个一个变化题啦，不过这个变化题是之后把106的 app 做完之后，你们自己再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，像之前你们的学长姐是做可能他们的出生地吧哈，比如像什么做鹿港，有的同学做鹿住在鹿港，然后他想把那个鹿港的一些重要景点呢，也是用这种方式呈现，其实还蛮好的，因为一下子就可以知道说哪些比较好玩。
甚至呢可以利用他做的 APP 可以去按图索骥，还可以去到真的有一些可能隐藏版的那个地点 OK 好，那这个是用影像地图做出来，待会我们还要再做什么，下方这边还有什么 Netbar， 这个 Netbar 前面有做过，如果你可以的话也许可以试做看看。不是 Netbar 有个特性，有没有，你会发现哦，每一个切过来有没有，它都可以切到其他的，互相可以互相连接，所以这个 Netbar 要怎么做啊？当然你可以回首页，这边有一个 Home 可以回到首页，那也就是说待会我们还会再做一导览列，这个导览列呢每一个都要长得一样，也就是每一页下方都要有个导览列。第二个的话，上面怎么做出一个 Home， 一个是向下，之前是 Back 了，就是回前页，现在我如果要改成像 Home 的图示该怎么做，那接下来的话我把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，那请各位呢在Lister View 的下面做一个那个影像地图。那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你的那个要把图拖过去哦，记得不要直接放在 Lister View 里面哦，记得呢也许可以在 URL 的下面哦先增加一个标签叫做 P 哦，先一个小鱼再一个 P 再一个大鱼，那个意思是一个段落的意思，就跟我们在 Word 里面按个 Enter 道理是一样的。那在那个段落的地方再拖拉一张图，它才会刚刚好在那个段落上面，否则这边如果没有个段落的话你没办法把图拖过去，所以这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